今天星期四，带大家到芙蓉梅岭的夜市看看。咸蛋炒人没有啦，是咸蛋烧烤。这里共有七种口味，包括烧冻、鸡肉、鲍鱼菇、鱼皮、虾菇、南瓜和小虾。好了，你们就看看老板的表演吧，还有在视频的尾段听听老板的创业过程。南瓜，这咸蛋小虾啊，咸蛋小虾啊，以前相比那种小虾很香的，特意去吃的。简单，哎，来不？南瓜，做三两片，做三两片啊，做冬带一块南瓜，跟住最大。咁样你系？研究咗几耐，你正开档？研究咗冇几耐啦，差唔多几个月咯。因为头先我2016年之前咧，我有烧大子啊，有卖酒香肠啊，好多嘢卖。烧烤嘅嘢咁啊，啱啊。跟住啊，嗰啲酒香肠咧，一定系皱噶嘛，系啊，冇咁理想咯。咁你研究呢啲鹹蛋嘅嘢就啦。啊！一變咗呢樣嘢啊，一炮而紅咯啱。